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给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啊，这杯打继续打小号，青铜排位，反正新区吧，六英雄，杠杠的啊，我来运鲁班，五场胜率100%，还算可以哈，没办法呀，我就这几个是英雄可以用，你叫我用啥？两个射手就两个射手呗。两个射手就不能打得赢是吧？5场100%的胜率了。问问后羿，哪个能不能拿出你的战绩给我看一下？小鲁班，简单粗暴啊，喜欢用的人非常多，但是容易小短腿啊，跑不快啊，容易被人抓。没有一些大型动物保护的话，很容易遭受人家灭绝。你看对面的后羿，胜率肯定是不行，还零啊，打了一场输了。Oh no，对面有李白，燃起来有花木兰，还有刘禅，这怎么打？真不知道怎么打，只能，这个我很容易被对方的李白抓呀，我一定要跟着东皇太一啊，这打的是青铜段位的一青铜一，知道吧？两星啦，就差一星，等于白银很近了，离白银很近了。其实如果这边，反正小号没多少金币，要是有金币的话，去买个英雄，然后准备直接练一下那个英雄，是吧？或者买露娜，或者买李白。不过对面李白不打野的话，我们可以安心一点啊。鲁班，靠，三个什么鬼都不动啊？难道我们要二挑四啊？二挑五啊？三挑五？两个怎么不动啊？东皇太一，快点过来！上路交给后羿啊！哟 去，东皇太一过来支援我，跑中路去干嘛？东皇太一不过来啊！你个老东皇，怎么去保护妲己啊？这个对方的这个鲁班也是傻。这花木兰也是傻。这东皇不过来支援我，跑中路去干嘛？哎呀，没办法，不按套路出牌，快跑快跑快跑，没血了。啊，他妲己又掉线，这个胜率基本上就要没了。青铜怎么这么多坑啊？打一把就坑。真是不拿段位当事情是吧？打着打着就掉线，你叫我们四打五，你也是厉害了。不过好在对面还不是很强势的状态下。你们都太傻了，哎呀，我操！我们家这边也有坑，对面也有坑。
那个谁自求多福了。哦，不要这么撸不过人啊，我操。能不能不要这么坑？那东皇太一不会玩啊。四打五啊，还好我们其他几个还比较溜一些啊。靠，这下面又被突破了。这花木兰傻，射死他。不过好在对面都不是很强势，这个掉一个人还没事情，是吧？妲己是不是连上来了？推塔推塔，把他们的下路推上去。他们倒是很热衷于推塔，是吧？我们也推。差点就还没人守。赶紧把他们家推了。很好，他们都在跑，现在不知道变身，就那样子让我撸，还好对方花木兰好坑啊，投降啊，我去，这样也能打得投降，哎，青铜果然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跳线的那个都能打得赢啊。